岁退位赵薇丈夫黄有龙生儿子后离开，近找被扒比赵薇还幸福。叶翠翠是港姐冠军，在和现任老公周晓东结婚之前，和赵薇丈夫黄有龙有过一段恋情，而且还为黄有龙诞下一子，但是却离开了。然而今年4月11日，叶翠翠和现任老公周晓东喜得贵子，才半年多，不止身材恢复胶原蛋白十足，脸上更是精神焕发。相比和黄有龙在一起的时候，简直判若两人。2008年，叶翠翠和黄有龙相恋，却陷入包养传闻。坊间消息称，黄有龙给他买了两套房子，总值3000万。两人在生孩子的问题上出了分歧。叶翠翠说，黄有龙要求生了孩子才结婚，但那时他才27岁，又有演艺事业，情感上理智上都无法接受。08年底两人分手，叶翠翠趁两套房产之一已被黄有龙收回，另一套只给了部分首付，余下部分靠自己慢慢还。单论身家，周晓东未必比得过黄有龙，但他对叶翠翠没有太多要求，只要安心当阔太，事业上更不用他操心。但是叶翠翠离开黄有龙后，似乎现在看起来更加光鲜亮丽，脸上笑容满满，真的是嫁给了爱情最美的样子。虽然在家相夫教子，